取得国会的同意，他们可以省下2.4亿，但是因为像陈明德、陈道德、陈朝武理事长派遣是元凶，派遣是元凶，元凶是国耻，元凶是国耻，派遣是元凶，派遣是元凶，交税给政府，交税给政府，不如烧给好兄弟，不如烧给好兄弟。有那个